我给你报一班儿，去外边学习啊，给你培训去。那不用了，学我也成不了专家。哎，今天大盘怎么样？去，上班不许说这个啊！你再说这个，我开除你。你就信我一次吧，我们赌一次。去。那干嘛？这只股票。明天见。喂，内蒙电脑公司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工读学校二十台电脑，问一下价格。来，谢谢。喂，啊，什么型号啊？有，好，那个我们上门好吧，上门给你装好吧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好嘞，哎，拜拜。二十，欧耶，快去快去，把这关打完了。费老板也太抠了，二十台电脑，就让我们坐公交车，怪不得才一把年纪还守着个破店跟他臭美。破店，你弄一个呀？我要是有本钱，太容易了。你不是有钱吗？我看让你明天整个涨停。你要有那本事，给你一块钱，你炒上百万富翁用不了一年的时间。费老板没告诉你吗？你那钱是帮人炒股赢的。你说你这小小年纪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？你还那么认真？要不然你劝你们家老王跟你一块炒算了。他有钱，我多危险呢！哎，你想太多了。哎，你要是有钱了，会抛弃你老婆吗？等我有钱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一定会抛弃你老婆。男人都一样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受什么刺激了你？老黄对你不好啊？挺好的，可我不爱他。所以见不了人幸福，那可不好啊。哎，这么说看出来我幸福了，不然你不会无怨无悔的到现在还是个地下女婿。你耳朵怎么那么长？哎，车晃的，车晃，他怎么没晃你脑袋上呢？离得远呢。我也离你远点。切，我马上就到了，你们都等着吧。哎呦，这来的正是时候。妈，爸，这就搬了啊？我这接个电话。好，来，哎，说，雪，哎，妈，爸。你们来了，你快点啊！现在去好慢，就去看一眼，这房子都快把我逼死了。你也是啊，以我啊，就给他们买一套房子当嫁妆。林家没买房子，这辈子在我面前他也抬不起头来。你不信呢？瞎大方什么？我们是有钱，可是瞎花钱比不花钱还让人看不起。哎呀，我还越来越佩服你们。林准不是王子，我们冷杰可是公主。拉倒吧，我们就是卖海鲜的，他生不出公主来。你能不能有点志气？我再有志气，我能当国王啊！以后这些没用的话，你少在林准面前说，你净整些没用的。你快走吧，你犟嘴。啊，这都差不多了，反正就搬走了。大件都上上去啊，雪啊，妈，回家住几天吧。妈把你那房间都收拾出来了。嗯，不用，妈，三两他们家有地方。哎，轻点啊，这轻点。来，慢点啊，这电器。哎呀，快点，我来搭一把来。
这次目的达到了吧？啊，好好装着。钱呢，我给你妈都准备好了，不够再说。啊，我们有钱。叔叔，我爸和我妈给我们拿了20万装修。本来我妈是让林准去我们家的，可林准说他是林家唯一的儿子，这样不好。其实依我的意思，这房子我是不要的。行了吧，你少说两句。本来就是嘛，那这房子再装也没我们家好。房子好坏，那是林准自己的家，该给林准准备的，我们力所能及的一样都不少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至于他以后去哪儿住，那腿长在林准身上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年轻人别那么多毛病，听见了吧？就你毛病多。我怎么毛病多了？刘三娘，你称心如意了吧？你自由了！哎，别，小点声，这是什么找人叫啊？我在这音响。行了，别激动了，啊！行，回去给你公公婆婆带个好，告诉大宝，好多日子没到姥爷这儿来了啊！你要去住不惯就回家来啊！妈，哎呀，行，这搬个家弄得跟生死离别似的。行，快走吧，啊！开车，开车。